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刚才田震唱的好不好？好。我指导的。现在想唱歌的人越来越多了啊！柏林辅导能力强，谁想唱歌我帮忙。柏林，柏林，卓林，我弟弟来了，咱们欢迎他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呀，你要是能帮，当着大家面你先帮帮我得了。你，我太喜欢唱歌了。那好啊。好什么呀？啊，我条件太差。差怕什么啊？什么样的条件啊？我全能收拾。哎呦，你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太好了啊！他们说我唱歌啊，鼻音太重。哦，鼻子不通气。对对对，那没关系啊，你唱唱。在哪儿？在这儿啊。这么多人，我唱歌。咱们欢迎卓林唱两句好不好？不，来，不，哎，来来来，你看这么热情。哎呦，来，那什么，那个各位别笑话我，唱两句。轻轻的一个吻。行了，停。啊，鼻子不通气就不能再吻了。为什么呀？容易憋着。幸亏他遇到我了。哦，你这种情况啊，你这样啊，你唱唱流浪歌。流浪歌？你唱这首歌啊，鼻子就是再不通气，大家也听不出来。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谁听出来了？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多有味儿啊！冬天的风啊，哎，你看咱这鼻音，风啊，好听好听，多好，风啊，有味儿，风啊，不能再疯了，不能再疯了啊！你要再疯，大家都得疯了。哎呦，行，有来讲的，有来讲的，你这点小毛病算什么？哎，我啊，那我要是跑调，我能唱歌吗？跑调你还想唱歌？我太喜欢唱歌了。那你得找光说不唱的歌。光说不唱哪有这歌啊？今儿晚上真高兴啊，咱们这个老百姓。哎，今儿我真高兴。说吧。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。全说。咱老百姓今儿我真高兴。没调。三百不行啊，这歌后边还有唱呢。不怕啊，就这首歌啊，怎么跑调大家也听不出来。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。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要高兴。你看看谁听出跑调了啊？听不出来，没听出来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这点你这条件再差啊，我柏林也有办法。那我要是打奔儿，能唱歌吗？打奔儿啊，就是有时候干着急，哎呦，就唱不出来。我明白了，演员紧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。对，我就这样。他说话有特点，比较恨字。没错，字和字之间容易重复。对对对，你这样啊，你唱唱笑脸。笑脸，你唱这首歌啊，大家肯定察觉不到。是吗？唱唱，长长的像现在的你。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，稳住。可是我啊，够了，行，啊，你看看，那观众欢迎我再唱一首怎么办呢？不能啊，怎么样，想听吗？你看，哎呀，我没歌了，就这还想听？对呀，那也没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我是一只小小鸟，行吗？唱唱。我是一只小鸟，想要飞啊，飞不高。你看看这首歌啊，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。太好了，要这样的话啊，我卓林就可以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了吧？你完全可以出国演出了。哎呦，出国不行，外国歌我一句不会。哎，啊，我会呀。你看柏林给你露一首。哎呦，其实要说外国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俄罗斯歌曲。哎，我从小听我爸爸唱，我爸爸听我爷爷唱，我们全家呀都喜欢这首歌，叫。Masroba jab jab dora, jasuka tofu gor guruba, mei huacha tario tutirji tizuba, zuan para, jiji guruba.
啊。不过这俄语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？啊，很简单啊，慢词儿我全部多了。不不，等，慢点，什么词儿？买四个萝卜，切吧剁了。买四个萝卜，切吧剁了。加四块豆腐，你就咕嘟咕嘟吧。嗯。没有花椒大料，就滴上几滴醋吧。啊。酸不拉几，一起喝了吧。我说你这是俄语啊？这是我自学的。哎呦。买四个萝卜，切吧剁了，加四块豆腐，咕噜咕噜吧。没花椒大料，就滴上几滴醋吧。酸不辣，一起喝了吧。酸不辣，一起喝了吧。好不好？好。走，哪儿去？俄罗斯演出去了。走。